屏东新北大铁田后宫，留下东东投资书奖。大家老庙依旧文化保存的价值，80年前重建了后，都经不住几经落落口口，不得内外流水，甚至随时会落魄。所以天风人士就强下来修正，我保存了当中的工艺美好。我同新竹北部有100年历史的慈天宫，是建筑嘞有东道素材浓快魄力。经过修复团队的修正，慈天宫未恢复本来的样貌。六块南北采访团队的专题报道。三拜哈，一拜。大家轻心的烧香，我准备开始了新北大铁田后宫做文字鉴定。大家是叫新营岩万光的庙，其实是在1937年盛产起构改。这位改良师是日本首最美风面化砖土，又准备是总的奇妙的鉴定，所以就特别的历史意义。大铁田宫完工的时候，是在昭和13年左右，此后呢，再也没有一座庙是在日本统治时候完成的，所以它是日本统治台湾最后一件的庙宇的作品，是它保存的价值所在。除了历史体位贴片，工艺行也做到动手，小区中讲。大铁田后宫是全台湾第一间用枫木来加做树雕的工坊，完成加树雕结构的庙，在台湾建筑历史就带头的作用，所以不懂的经验雕饰也懂得的欣赏。文字为人详细解释，不懂行来到两方韩国百姓国会来到政治的雕饰，经过72岁经验师傅陈世英现场证明。段公也的作品是厦门丰困佛派下的学生啊，清天客叫此来也的台四作的，这是台湾现有活动最老的作品。本文字专家按了解还有两处老窗，采用的四十个功法是日本明治维新过后杜西风认证的新功法，先被动体下的师傅用两个方法来做书法动作，整体动作强壮是系汉代修改手工艺品，当初保存价值。关于总结，一总结，佢咪定开来，开来。而家红来，佢红来，铁红来，伊都全部落过来，系啊。伊计划都抬起嚟，只话一个院体做下都冇冇嘅。除了做建筑结构出问题，从系活动界两方发现过海得到经验作品，经过夹埋风采打过，做就自己隐藏快铁。10年来，当地一直就爱起个个意思，不过难做难拆，来到鉴定作品，可能是台式烧瓷类的作品，不管是保存还是外展，都是一台的设备。是本妙方，唔知爱弄个啥就好。快做，小心啦！文字为人写心写意，很上不当。今天大铁田后宫的文字身份，同时也会了解妙方展的方式。其实为到一张大铁田后宫。祖地2014年，庙方就是提报祭天人天古迹。不过卡里行进长时复杂，不到最美拆案，所以一直到今大铁田后宫还是没法庭文字身份。现在我们也跟他沟通，的确他们现在用古法的方式来修建的话，以后那还被指定的可能性就比较机会比较大。如果他们没有照这样的方式的话，那以后这种文化资产要把它指定下来的几率就变得很低了。我们不是说拆掉用琉璃瓦，你琉璃瓦看着亮晶晶，到时候都一样亮晶晶，那就干脆拆掉了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保留就是造原原来风貌。因为大家有这个观念就很棒了。这已经讲了好几年，所以有观念最后总和就是这样子，最难是。准牛肉，准牛，家家准牛肉。夹摆外张大铁田后宫的木墩，最美天外开工。管委会让20人尊神明，让妈祖先手，再到天后宫后背的三宝佛寺安坐，接下来还会对木墩静音雕塑进行3D扫描。明世界艺术作品就做的数位典藏，3年过了静音艺品，接下来并排位，这个将能演播的容额重新修补。差不多2年过后，就做得正好。送我一张老庙的动人，不单唱这个素材，两位是新竹北部慈天宫，熟络的用刀画下去，
十个轻轻一熬，飞凡直接跌走两板。师傅高长年四招的台势，剪出人界、尖界各种造型。三年高老剪好的飞儿，参与上飞耐度，一代一代演出层次。好，刚才这个脚是坏掉了嘛？我给它补上去，补也是要从尾端连上去。好 ，OK， 就拿上去哈，先绑好，啊，再来后面再抹水泥，啊，它就牢固了。啊，比方说以前都是用那个铁丝、铁线，现在都用不锈钢的，就永久性了，它不会坏掉。新竹北部街慈天宫建筑于1886年的历史里，媒体分红界信用中心。不过按当年的流水界问题没近来更厉害。台北庙方做部分的首长，石款都有东都的师傅留下龙头关系。莫不落太水，地位是落太水。哦，啊，高下落太多，地位没落太水。近年来的流水问题，地表当留下了太太细细的水渍。雕牌庄庙庙方先查睇为流水的方面留牙耳，再过捞快的部分账号，再看跳来详细看，就会发现到不同的人行，就先要求的选择。假如你封烟，佮清装修清唔到，但是阿你俩还使用还是来用木地树，木地树也系呢台湾本地好好的树料，啊，来接转去啦。今年咱是木头的节，介部分是咧用桩，用介种个木地来接转移。塑料结构装好过后，硬皮就会做装庙个最末一步，贴牙个工厂。面头前两个新手动溜了，从因为背针做表个老师傅傅明光，已经82岁，师傅的牙龙头相识上，大地牙之间都特别留下了细细个盘。做奶水超过一甲子，不免讲坚持传统工法，唔破风水坛。考虑到嘅系整体嘅排水流通风，因为而起嘅系一道为透气嘅服务。时间在此天宫偷偷嘅开得远家，部分建筑旧改发改，在老师傅巧心嘅手下天天的长好，长得金金不正眼。此天宫就会用金柱新旧嘅融合，改摆让大家见面。